早安，欢迎收看普通女子的一天。这是每天都跟我同床共枕的喵喵。好可爱哟。早起先灌一杯大温水，水水就是要多喝水。今天要吃个饭要拍个东西，一千千化个妆，就是很一般日常的那种妆就好了。可以，还可以。今天本来是想化个试镜妆啊，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妈耶，又不小心弄到最后一个才出门。30 minutes later， 快点开门。Oh, it's you. 换你长进。哦，好累死。嗨，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我的爱美寒舍。没有 ，OK。啊，好丑。哦，好丑。我的 friend Wesley baby。哎呦。然后这是他的香氛 corner， 他是一个精致 boy。这游戏吗？游戏。知道这个，我想了很久的东京美食，大家看一下，长得很漂亮，而且看一看，玩手蛋呢，在日本吃饭手蛋就露。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, Wesley, please.因为我跟 Wesley 都是在自由接案的演员，所以常常像这样互相合作，帮忙拍一些试镜带货照片。有时候也会聚在一起讨论说可以拍什么新的题材的影片啊。像我们现在就在练舞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把它练起来，然后拍一个影片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干嘛？我要跟镜子说拜拜。走，跟狗狗玩太久要赶场了。阿妈，你哪在这？阿妈，你哪在这？哎，我拜神啊！阿妈，老拜神奶了，就拜神呢。Hard work in time, hard work in time. 忙里偷个闲来欣赏一下灯会，因为这次的灯会在松烟这边刚好也有一个展区，所以如果在这里上班的话，基本上完全就是可以看一整天，从早看到晚。是谁的柜位刚好在海景第一排？客人都羡慕的要死，我们则是眼神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上班遇到可爱的发豆，还有两只小可爱的。哇，看看这个散场人潮，松烟真的好久没有那么多人来了。耶呜，终于下班啦，打卡回家喽。感谢您看完这集小梦的 vlog， 本集 vlog 由我赞助播出。如果各个厂商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投稿下一集的广告栏位。如果您喜欢这则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